先刚开始要订50件，作为我一个市场的调查。如果后面那个市场好的话，我会不断的那个返单，然后我就让他将那个详情啊告诉我，然后给我报一个很好的价格。然后后来应该是我刚才看很打开外网打不开，然后我看的时候是有两个人有回复这个同行说，他就是他们回复的话就比较他们都不会说介绍我们他们公司是做什么做什么吧，他们只是比较简单说你具体要的算是什么，然后你具体的一个要的是怎么样的产品，就是他会针对性的会问3到4个问题，然后就也是写的比较简单嘛，就用的都是简单句比较多，纯句用的比较少。没有，应该还有人，但是那个外那个网打不开，看他。是啊。